谷子乔 Hanna 呢日嚟到 TVB 为善心满载仁爱堂录影。最近 Hanna 喺剧集《解决师》入面客串咗短短三分钟，虽然冇对白，但凭一场喊戏，获得唔少剧迷都赞演技好啊！我是呆了咯，我說因为我是没有演戏经验，跟住再第一场就是喊爆喊，没有台词没有对白，咁完全是内心戏。咁我自己就因为我唱很多好惨的歌，我就拿了自己的歌来做一个故事给自己，咁就跟自己说我就是这个女主角，我是点点点咁样，跟住就不停内心戏内心戏去喊咯。第一次拍剧就咁好评价，之后会不会都想试多啲做戏呢？其实我真的开头觉得是大家是、一直留意我声音，是不是很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。所以呢我觉得我这个的客串角色呢，可能是会不会很多人是不会联系到我，或者不知道是我。但是、都出了街、一段时间，真的很多朋友给了很多支持和鼓励我，问我为什么、你不怕戏机都 OK 啊，这些是令我很开心的说话咯。其实是开心有这个机会去、做一个客串的角色，一直都其实、真的有、问公司可不可以给多些机会，我都很希望有这些机会可以、即是演戏，我觉得是都很开心，还有可以演了第二个角色，好像其实我觉得挺好玩的，因为 我没试过、今次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，也是一个、很好的新尝试，一个新开始。